我喝多了吗？你对我做什么？哼，这回就让你看看我是不是一时冲动。这个厨爷自己的东西不找，偏要我来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向我提亲，那我就主动向你提亲啊。庚帖和聘礼我都带了，有话好说啊。李府，你今天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就声明主成熟犯。我喝多了吗？你对我做什么？你说呢？这回你跑不掉了，这辈子我都跟定你了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不要，我对你负责。我该去衙门了，你别忘了把聘礼带回去。哎，我真是服了阿静了，喝梨花醉我还没碰到过对手。那你和阿静打算怎么办？我这万年老光棍也该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。恭喜你啊，这么说我还算是你的媒人。我谢谢你啊。我呢打算给小雅来一场正式的表白。嗯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凡间男女嘛，最擅长的就是情爱之事，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就知道了。阿强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喜欢你。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。这种醉话也有人相信？哎，酒后吐真言，怂人变大胆，兴许人家姑娘啊已经等这句话很久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要不你也试试。哎，莲儿，我给你点了这里最好的菜，只要你喜欢我全部都给你。这一幕好眼熟啊。哎，是不是许云川对小雅使用过？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想要用钱，我就帮你联系财神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哎。